用撬板把左右饰板撬开，右边饰板底下用螺丝刀顶起暗扣。用螺丝刀拧掉屏幕四颗螺丝，取下原车屏幕，把线路拔掉，把原车出风口往外拉松，把新的出风口装上去扣紧。继续把新的出风口装上去，打好螺丝。装上新的五金支架，原车位置螺丝拧紧。用扎带把后面原车风管绑紧固定。安装屏幕，接上原车 USB 转接线、收音机转接线。接上电源线和协议线，原车带光纤需接光纤盒。接上倒车视频线和音频线4G 卡槽线。安装屏幕，左右两颗螺丝打紧。左边盖上新的饰板，右边饰板把原车出风口装在新的饰板上，安装完毕。